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一章的很重要的地方了哈，所以期末考一定会考。好，那我们上次刚刚讲了所谓的营业租赁，另外一个不是营业租赁，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资本租赁。好，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资本租赁？好，有几个条件哈。这四个条件里头，四个里头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它就算资本租赁了。好，四个条件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满足，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第一个条件就是租赁届满，租赁物无条件移转给承租人。你先听就好了，其实这个你可以理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判断。好，这课本上面都有。好，四个条件里头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满足，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第一个就是租期届满，租赁物无条件移转给承租人。好，第二个，如果租期届满，它不是无条件，而是承租人可以以很优惠的价格认购，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承租人可以很优惠的价格认购租赁物，啊，多优惠，就是他一定会买，不买他就是太笨了，就算我不用，我买了再卖还是有赚的意思，这个就优惠了吧。好，那第三种，我的租金的折现值，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间，这段期间我支付的租金去折现，折现值超过租赁开始日租赁物的公允价值 90% 以上。好，也就是第二个第三个条件啊，第三个可能的条件是，如果你那个支付的租金要折现，那折现出来算出来的在租赁开始日那天的折现值超过了租赁物的公允价值 90% 以上。好，那如果是有达到这样的条件，它也算是资本租赁。那或者第四个可能哦，我的租期超过这个租赁资产的耐用年限 75% 以上。好，也就是说这个租赁物几乎，好，它可以使用的时间几乎都是什么承租人在使用，也超过了 75%。 假设这个租赁物可以用10年，我的耐用年限是10年，那我的租期有8年，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资本租赁。所以只要这四个条件当中任何一个条件满足，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但是这个资本租赁对承租人跟出租人又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先讲比较简单的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好，承租人的会计处理里面，我们现在先讲，但是出租人的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资本租赁，这四个条件其实是都一样可以去当做筛选的标准。好，我们说这四个条件不是同时符合，四个里面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符合，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那对于承租人而言，它就是一个融资租赁。我们想比如说第一个条件，第一种情形是，如果租赁届满，租赁物就无条件移转给承租人，这有没有点像分期付款？他每次分期去付租金，租金付完了就是租期届满了，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承租人的了。他有没有写很像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是我也是什么分期付这个我的这个资产的价值价格分期去付。他跟分期付款唯一不同的是，分期付款一开始这个资产的所有权人就是什么，就是买方的。但是呢，就承租，就刚刚讲的那个租赁资本租赁来讲，
这表面上一开始，表面上啊，这个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是出租人的，表面上。好，但是实质上，它也像是什么？也像是这个一开始就是什么分期付款的概念一样，就说我只是说登记上面哈，表面上的登记，如果是融资租赁的时候，这表面上的持有人，表面上就所有的法律文件上面的持有人是出租人，表面上的。但是如果是分期付款，表面上的所有权人就是什么买方的。那我刚刚讲说它跟分期付款很像，唯一不同的是它表面的文件上面，好，表面的文件分期付款表面上的文件所有权就是买方的，但是如果是资本租赁，表面上的文件所有权人是出租人的。那我讲表面哦，实质上分期付款实质上的所有权人是买方，但是资本租赁的实质上的所有权人，实质上的所有权人是承租人的。那我刚刚有讲，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要强调的是，因为实质上这个承租的资产，租赁资产是承租人的，所以租赁物的折旧是承租人要承认。好，再说一次哦，我刚刚强调这折旧费用怎么算，归谁，怎么算是其次问题，折旧费用怎么算其次问题，好，而是重点在折旧费用谁要认列，谁的账上要认列这个出租资产，这个租赁资产的这个折旧费用，就看谁是拥有它。但是谁是拥有它呢，在我们会计上面是实质意义大于表面意义，或者是法律上面的意义。我说租赁物表面所有的法律文件所有权人可能都应该写的就是出租人的，但是实质使用这个资产的是什么，承租人的，而它又符合所谓资本租赁的条件，所以这个折旧费用就是承租人要认列折旧费用。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资本租赁，四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满足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那第二个我们谈到这个租赁既然是资本租赁，表示是承租人拥有这个租赁资产，那因此这个租赁物的折旧费用是由承租人来负担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我的租赁物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条件讲说我支付租金的折现值大于这个租赁物的公允价值 90%， 它的折现值怎么算？折现值是依承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来算的，也就是说简单一点讲，就是他要借钱所必须负担的利率。那增额借款是因为你有这个租赁物了，所以你必须什么额外借钱，那但你的借的钱越多，你可能要负担的利率，就是你的资本结构越不好嘛，因为你负债比例太高了，越高的话你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他的风险就越高，所以他要求的利率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要强调它是增额借款利率。好，原因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承租，你有这个租赁，所以呢你就形同你要额外去借钱所产生的比较高的利息啦，好，利率。好，所以请你看一下我们讲的这几个概念，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好，请你看一下呢395页。好，租赁呢我们的分类，好，原则上面他就说呢，如果呢附属于租赁标的物的所有权几乎所有的风险跟报酬，好，就已经移转了，好，都已经移转了，也就是说承租人享有这个资产，使用这个资产的报酬，当然也承受了这个使用这个资产所产生的一些风险，
那这个就已经移转，从出租人已经移转给承租人，所以这个叫做融资租赁。那我们就是简单的区分营业租赁跟资本租赁，好，就分区分这两个。那所以资本租赁就承租人来讲，它就是一个融资租赁。好，资本租赁就承租人来讲，它是融资租赁，因为它等于是跟出租人借钱，所以它叫做融资租赁。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它的怎么被分类为这个融资租赁的情况。好，一共有，它这边有写五点哈，我刚刚讲了四点。第一个，届满时所有权移转给承租人。好，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租期届满，好，这个有优惠认购承购权，好，也就是说它不是无条件的移转给这个承租人，而是什么必须要认购，但是是优惠的认购。好，那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间呢涵盖了租赁资产经历记忆年限的主要部分。好，那主要部分，好，因为这个国际会计准则啊，它非常强调是他不讲一个百分比或者是很明确的，只是说这个资产它的主要的使用时间，它的使用时间几乎都是什么承租人在使用。好，就是类似这样，它只是我们以前或者是我们台湾的会计准则，一般公司会计准则就是定说，如果这个租赁资产的 75% 的耐用年限都是在租赁期间，就是你的租赁年限有这么长，它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第四种情形。那第三，这边的第四，就我刚刚讲的第三个。好，租赁开始日租赁最低租赁给付限值达到这个租赁资产几乎所有的公有价值，所有，几乎所有，它多少叫做几乎所有，那我们以前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就定义 90% 以上。好，国际会计准则，我再强调，国际会计准则它讲的是一个原则。好，所以它不会给百分比，也不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啊，就是说多少以上多少以下，不会，他只是告诉你说这概念上这个资产几乎都是什么承租人在使用，这个承租人几乎的支付的租金几乎是这个租赁物的公允价值，所以就是我刚讲的四个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那第五个呢，他是说这个租赁资产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如果没有重大的修改，仅有承租人能够使用，也就是说这个租赁物出租人买了这个持有这个租赁物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承租人的。好，因为说了，如因为是专门为了这个承租人而去取得这个资产，如果他要符合，因为如果要租给别人，他要去重大的修改，别人才会租，才会有用得到。好，这是第五个条件。好，他说呢，只要是上面呢其中的任何一个，好，或多个，好，这个被有效使用的话，那就算是一个资本租赁嘛。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先是租金资本租融资租赁或资本租赁的决定的条件啊，好，或者是情况，然后看我们刚刚有提到呢，诶，它的租金的限最低租金给付限值，什么叫做那个租金的给付限值，它怎么算。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最低那个租赁的给付，好，包含了第一个我每起付租金的金额的折现，另外一个如果这个租期届满，好，并没有直接移转给承租人，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有时候并没有承租人又一定什么会持有这个资产啊，那出租人来讲，为了要希望呢这个承租人要负这个善尽使用者的责任，也就是说呢，你不要想说这个东西期满以后就不是我的，我就大事破坏，所以他要求你要有保证残值，也就是说你要好好使用它哦。好，这个租期届满之后你还给我的时候，它应该要有多少的价值，没有的话你就要补，要弥补这个缺口。假设说这个租期届满之后，这个东西这个租赁物还要有10万块的价值，剩余现金价值叫残值。好，还有10万块的价值，如果我去给人家评估不到10万块，那不到10万的承租人就要什么弥补给我，所以这个叫做保证残值。那
如果没有保证，叫做未保证残值。好，假设我出租人认为这个租期届满之后，我这个东西应该还有150,000的价值，但是承租人说我只愿意保证100,000，我认为租期届满之后我可以保证它有100,000的价值，你认为有150,000，这五万多出来，这五万我不保证，所以这个叫做未保证残值。那最低租金给付折现只是站在承租人的立场，所以是用承租人他未来可能或者是他有的义务来算他的折现值。所以如果有保证残值，我就是把每一期支付的租金折现以及到期这个租期届满，我要保证它有多少的残值要折现。好，租期10年以后我保证它有100,000，那10年之后的100,000折现在多少，就要去算折现，就是我的最低租金给付现值。好，所以我们先决定它的范围了。好，所以他说各期的租金以及哈这个396页，好，租期届满可能支付的优惠的承购价或者保证残值，好，都算是我的什么租金的给付的范围。好，那我的折现率，好，第二个397页，决定折现率。好，那我的折现率怎么决定？好，如果同学拿到的是第七版，好，你可能翻一下。好，我不知道第七版，第七版的页数跟我们现在一样吗？第七版的话是第几页？因为这个部分哈，391。好，如果你拿到的是第七版，请你看一下391。好，那我说了，我们决定的租金之后，我要把我的最低租金包含了哪些？每一期支付的租金，还有我的到期可能要保证的残值，或者我到期可以有什么优惠认购？那我优惠的认购价值要折现。第二个，我们要决定它的折现率，好，就是第七版的391，或者是第八版的397。好，根据 IS7 的规定，好，承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就是指承租人在类似的租赁中必须支付的利率。好，那如果利率没有办法决定的话，我们采用什么？采用那个承租人购买这个租赁的话，类似要支付的担保的租那个资金啊。好，总之我们就是要先找到，好，这未来的习题或练习头都会有给你这个借款，承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那承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如果有可能不等于出租人银行利率，出租人银行利率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这个资本租赁来讲，它就是一个融资的性质，所以请你记得，它既然是一个融资，所以只会产生利息费用或者是利息收入，它就不再出现租金收入跟租金费用了。好，它不再出现租金收入跟租金费用了。好，那承租人有增额借款利率，出租人他把这个东西租出去的时候，他也希望他有一个报酬，就是他希望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报酬，我们这边叫做隐含利率。好，那出租人的隐含利率是指出租人的投资报酬率。好，那所以呢，这个投资报酬率它的折现率呢，是希望比如说他未来可以收到的最低租金给付现值，刚加上我刚刚讲，如果出租人认为我这个租期届满，这个租赁物还有150,000的价值残值，但是承租人说我只保证100,000，另外的5万他不保证，所以这个就叫未保证残值。好，请你看一下，在我们的397页或391页里头有讲到，好，它有最低租金给付的现值，还有加上未保证残值的现值，会等于什么公允价值，还有加上这个出租人呢，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持有这个资产的时候会有原始的直接成本，好，他的折现率，好，这个稍微了解一下，接下来怎么算，好，这是我们比较要讲的重点，因为概念不是很困难。好，对于出租人来讲，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租给你？因为我希望赚到的是利息，所以他的希望赚到的利息就是他的隐含的
报酬率，就是隐含利率。那承租人来讲，既然是一个融资，等于是什么？我跟你借钱去买这个资产，或者是我借钱去使用这个资产，所以我跟你借钱，那我跟你借钱的利率是多少？就是增额借款利率。好，那这些概念有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出租人的融资租赁的部分，就资本租赁的部分我们先跳过去，因为出租人对资本租赁这个部分比较复杂一点点。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里我们就跳过来看一下那个事例，好，直接讲事例了。事例六，好，几个点我今天讲过之后，那你好像知道他在讲什么，又不是很清楚，好，没关系，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它到底所指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好，事例六呢，如果你是第七版，你看一下新立公司。好，因为这一章我想IFRS 跟这应该没有变动很大，所以第七版跟第八版这一部分应该变动不大。好，事例六呢，就是差一年1月1号新立公司将成本25万的新购入机器租与成名公司，租期五年，每一年的租金64111于年初支付。好，请你要回忆一下我们当时候在讲第四章到期年金，因为它每一年的年初都付64111。我们说什么叫年金？相同的时间，相同的金额。好，就是非常典型。如果你是起一开始就支付，我们叫做到期年金，又叫期初。那你是期末才收或支，我们叫做普通年金。这是第四章所讲的。好，帮你那个回忆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呢，他说这个机器可以用六年，没有残值，每一年的履约成本是5000块，约定由出租人支付。好，履约成本是出租人支付，那意思是什么？真有履约成本有5000？你想想看，它履约成本是说，哎，这个比如说这个资产的维修啦，或者是相当于他要负担的那个税捐。好，你就想说，假设我要租他是房子啊，不，他就讲机器了哈。假设他有，如果是房子，就很明确，我们有什么地价税、房屋税。好，这个就是履约成本。好，那现在讲履约成本是由什么出租人负担，意思是说64111里面要扣掉5000，对于出租人他真正收到的租金就59111，这样看懂吗？所以这个履约成本如果是由承租人负担，那租金，他说租金每年付的租金就是什么，就是租金收入了，不是租金收入了，就是出租人可以收到的钱呢，他可以承认是他的收入了。但是如果履约成本是由出租人负责的话，那表示他收到的租金在现金里面有一部分要付履约成本，所以真正属于租金的部分，你就要把他收到的现金扣掉履约成本的部分，才是他真正属于他收到的现金。要不然其他就是什么过路财神，他收到64111，其中的5000块是什么过路财神，所以它真正属于它的租金就59111。好，所以这个资料里头一样能够解读。好，那再来呢，这个租期呢届满，好，这个承租人呢并没有优惠的认购权。好，那租期届满，它的估计残值有20000，全部由成名公司保证，换言之它的保证残值就是20000。好，然后成名公司的增额借款利率是 10%， 新立公司的隐含利率是 12%。 好，那这个成名公司呢，这个是为成名公司所支。好，那我们看一下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算我的最低，因为你要想哈，这个租赁资产既然是属于承租人的，所以你要想它属于承租人的，它一定要写账上要记录进来啊。好，所以它会有一个借租赁资产，这是借来的。好啊，当然我第一个我们要先讲说它是不是一个资本租赁，
四，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他滥用年限六年，他租期五年，五除六，他就用使用了他83%多的时间了。所以从刚刚看到的几点，395页嘛，啊，397页吧，哈，那几点里面你可以判断的出来，它就是一个资本租赁，但是它有很多条件可以判断。好，比如说它租期届满，它没有优惠的认购，也没有移转，但是它符合第四个情形，就是第三个情形，它这个租赁资产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涵盖在它的租赁期间涵盖了它的租赁资产的大部分的时间，六年它用了五年。好，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判断这个最低租金给付的折现值是不是几乎等于这个资产的那个公允价值。好，那这个最低折现值呢，看一下哈，我的资产比如说我刚刚讲说59111，我付五年，它的利率是好，看一下呢，我们的隐含利率是42%，这个利率我们两个选它高的。好，就是说我们要算它的最低租金折现值。好，我的入账的金，我的决定的金额是隐含利率跟我的增额借款利率二选一，选它比较高的来算它的折现值。好，所以呢10%跟12%，当然是12%比较高。好，然后呢，租期届满五年之后的20000，我要什么？复利现值5期12%，这是算它的最低租金的折现值。好，那看一下这个例子里面哦，它有这个机器的购入的成本是25万哈。所以我们算一下呢，它这边的因为啊，对不起，因为它一开始就付了，所以我只要折现的是4期，然后一开始的一不用再算折现了，所以一加这个年金的概念，期初年金一开始我就付这个金额，我现在算现在的现值啊，差一年的1月号啊。差一年的1月1号我付的59111就是59111，没有折现，但是第二年的年初我要付59111就一起，相当于现在多少，第五年付的是第五年一开始，所以相当于第四年的年底，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给你这个表都是普通年金表，所以我要把普通年金的表用在我的期初的条件之下，我是这样算的。好，这是我们第四单位讲过的，所以我算出来呢，这个资产的折现值好就是25万，那刚好等于什么？它的公允价值，好，所以因为我们带年金现值表出来，可是你可以算看看，因为课本上面已经有给你，但我只要写出这个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课本上面所讲的。好，那第一个我算出来是我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25万，我算出来最低租金折现值给付的折现值刚好等于是25万，所以毋庸置疑我的租赁资产就25万。然后我这边呢，我取得这个资产我付钱了吗？没有全部付清。好，所以我是应付租赁款，好，但是一开始我就先付了什么？付了59000，虽然我付了64000，好，所以但我可以这样写了哈。我先写25万，好，但是因为呢，我是不是一开始就付了现金64111？然后呢，我就写借记应付租赁款，因为我们说了这64111里面有59111是属于什么？给出租人的，
另外我有什么？我有个什么维修费用？5000块。那你说这个其实，那个承租人、出租人，我们先不讲好了哈，就是这样子写他的分录。所以我本来是要把它写在一起，可是我写在一起的话，我这边就写59000，带现金59111，啊，这个25000就没那么多了。好，但是我怕，哎，因为你听什么？他不是说他付了64111吗？你怎么可以写59111？所以我另外写好了，这样看懂吗？好，写完这个之后，差一年底，我要怎么做我的分录？这差。我是每一年年初付64111，所以这个分录，请你记得，这个分录我每一年都是每一年的年初都这样写，从差一年的1月1号到差5年的1月1号，我每一年都写这样的分录。好，那你可以发现哦，59111乘上5年，我全部付的是295000多。所以我这边只有应付租赁款25万而已，对吧？你有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我这个分录每一年都借应付租赁款，从差一年年初写到差5年年初，我共写5次。那这个金额写5次，你乘以5就知道了，就是295555。可是我这边只有25万呢、啊，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写它的摊销表。好。说了摊销表非常的重要，这个摊销表其实在租赁公司也一样会用到这个摊销表。好，那我们来写一下呢。好，我的期间，好，日期，好，差一年的1月1号，差2年的1月1号，差3年的1月1号，差4年的1月1号，哇，写不完哈、啊，重来一下，因为我把它写完日期，差1年的1月1号，差2年的1月1号，差3年的1月1号，差4年的1月1号。差5年的1月1号。好，然后再来我付的现金，承认的利息费用，好，冲销的摊销的金额，应付账应付租赁款的摊销的金额。好，再来是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好，一开始，我现在一开始是不是付了59111？所以我的应付租赁款差一年的1月1号不是25万哦，因为我承认25万以后马上是不是又冲掉59111，所以是190889。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哈？你要记得我这个摊销表写到差5年的年底，我的应付租赁款还要剩下2万，这是我的保证残值。我的目的，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到差5年年底的时候，要等于我的保证残值2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写。我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空格？因为年底没有讲，我都说假设我的期末就是12月31号。好，我每一年年初都付59111，
付五次。好，第一个，我们承认的利息费用，好，因为我们刚刚这25万是用利率12%去算的。好，其实因为这边哈，其实我要写一下哈，我先这样写好了，然后我入账的时候再分开写，这样也很麻烦哈。我应该是说这样子，中间穿插一个东西哈，因为就承租人来讲，他的增额借款利率就10%，所以他能够承认的利息费用就是10%。可是我刚刚这个25万的时候是用12%算的，所以事实上我要摊销的折现值是用折现率是用12%，但是10%是我的利息费用，另外的2%是我的手续费。好，所以第一个190889，一开始我欠出租人的就是190889，经过了一年，我是不是要有利息产生？好，所以190889乘上10%是我的19089，我的利息费用。好，我用黑色的笔写。好，是我的期末的数字。期末我要承认利息费用是19089，我承认的利息费用，好，就是2%。好，所以190889乘上2%，所以是3818。所以我摊销的金额是两个相加，好，3818加上19089，所以是22907。摊销的时候，你可以想，我的分录是借利息费用、借手续费、贷应付租赁款。因为我刚刚讲了，如果应付租赁款从它的保额来讲，五年下来我一共的金额是295555，可是我承认25万而已啊，所以每一次。我承认这个利息费用的时候，我没有付利息，没有，所以我就是什么转到我的应付租赁款去。那也有书上面写，就是你就是写应付利息费用。好，但是你写应付利息，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科目上你怎么写而已。那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我直接用应付租赁款，这样会比较简单。所以是190889会变成213796。好，因为我没有付钱，所以我说了这个分录，我每一年年底就是借利息费用、借手续费、贷应付租赁款，所以贷应付租赁款这个金额就会增加。好，那第二年年初我又付了59111，所以我的应付租赁款的年初的金额剩下154685。这是第二年年初的金额，然后第二年年底我要乘上我先乘2%，18562。好，所以我要摊销金额是18562。好，我先这样写比较快了哈，所以除以，好，所以154685乘上10%是15469。好，然后乘上0.02是309309，因为这两个相加等于这个数字3094，哎，93。好，我大概是3093。好，这个数字差一点点而已。好，然后呢，接下来，所以呢，我做了5469。
加上我这边是不是？哎，对了哈，154685，加上去就加上18562，所以是173247。好，第二年年底我承认了手续费利息之后，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面价值就剩下这个金额。然后第三年年初我又扣了59111，说114136。好，那第三年年初，我欠人家这个金额，所以接下来我要什么？一样要付，到年底要承认利息还有手续费，所以我先算整个金额13696。好，我要摊销的金额是13696。那我的利息比较简单，是这个金额的10%，对，11414。好，所以是2282，是我的手续费。好，好，所以加上其那个就是我的应付租赁款期末的金额114136，所以是127832。好，第四年年初我又付了59111，所以减掉59111，所以是68721。好，那第四年年底一样，8247好了，8247。68721，好，乘上0.128247，好，所以我的利息这个的10%，所以是6872。好，6847呢，减掉6872，好，我这样子不用再乘2%了，好，所以我的利息费手续费是承认这1375。好。6872，所以期末差四年底，我的应付租赁款的金额会从68721增加为76968。好，第五年我又付了5911，减掉5911，所以我剩17857。17857，好，期末要剩下20000了哈，用蓝色的笔写，黑色的笔写，这是我期末的数字。好，所以看一下17857乘上12%，我要摊销的是2143，好，因为好2143。你可以看17857加2143是不是刚好20000？好，刚好20000。好，所以我的利息就是1786，剩下来的2143减掉1786，就是357，就是我的手续费。摊销完，最后做完这个借利息费用、借手续费、贷应付租赁款之后，我就回到20000，这样看懂吗？所以我每一年年初都做这个分录，每一年的年底我都会写什么样的分录？借利息费用，借手续费，应付租赁款，
好，每一年的金额都不一样，一开始19089，利息手续费是3818，应付租赁款是2907。好，这是第一年年底，第二年年底，第三年年底，一直下去，最后我的应付租赁款做完这个分录之后，我的应付租赁款就20000。这样看懂吗？这个就是摊销表，这个摊销表一定会写，一定要会写。这个摊销表跟我们在讲公司债的时候是不是很相似？就我当时一开始说就讲，这个公司债的摊销表你一定会写，因为未来我们很多的场合都会用到，而且未来的场合它的写法会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没有完全的不同。这样看懂吗？这样看懂吗？所以我是分录写给你看咯，所以每一次我的分录都是这样写，每年年初，每年年底，但还没完。每年年底我除了做这样的事情之外，我刚刚是不是讲这个租赁资产，因为出租承出那个承租人承认租赁资产了，所以他要承认折旧费用，他承认折旧费用。好，那他的折旧费用呢，我们是借，假设我们用直线法，借折旧费用带累计折旧，好，这是租赁资产的累计折旧。好，那我们直线法25万减20000，残值20000嘛，除5年，因为我只有租5年，所以除以5，每一年我承认的折旧费用都46000。直线法你不用管它的，你提列折旧的时候你是用租期哦，你提列折旧是用它的租期。好，所以它的租期就5年，所以我就用5年去算。你不要说哎，它的有6年的那样，你先我不是用6年，因为我只租5年，5年之后就还给他。好，这样清楚吗？好，所以每一年都是做相同的分录，金额都一样，因为用直线法。这样清楚吗？最后是如果那个机器就是给了他，可是就是之后会给那个就承租人的话，那他使用年限比较长的，再让怎样的使用？就用可以比较长的年限。好，如果租赁期满，这个东西无条件给承租人，那我们就用他的资产的耐用年限去提列折旧。好，这样清楚吗？最后差5年年底，除了承认这个折旧费，除了承认折旧费用，除了承认利息费用手续费带应付租赁款之后，我们最后是剩下20000，我们要把这个机器还给出租人，我们要还给出租人。所以承租人在账上差5年的年底，除了这些分录一样哦，金额不一样而已。好，请你记得到差5年底都是相同的，都要承认这个都一样，因为你看我们的摊销表是不是差5年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除了写这两个分录之外，我们这个资产要还给出租人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应付租赁款是不是还有剩下20000？我们的应付租赁款还剩下20000呢，现在这个资产还给人家了，我的应付租赁款也要冲掉。第二个，这个机器的累计折旧，既然我这个机器不见了，还给人家了，所以这个它相关的累计折旧也一并冲掉。每一年46000乘上5年，我承认23000。好，这个租赁资产要从我的账册上面消失，所以代记租赁资产25万就结束了。这样看懂吗？这样看懂吗？好，所以每一年我付租金的时候，我是充我的应付租赁款。每一年年底我并没有付任何钱，可是这样我们刚刚讲说，就承租人来讲，它是一个融资租赁，
这样融资意思就是他跟他借钱啊，他借钱他要付利息，要啊，所以年底的时候承认利息费用，但是他有没有付钱？没有，所以我是用这个科目，这样看得懂吗？好，那有书上是写应付利息啦，可是如果写应付利息的话，你往后每一年你承认的59111里面有一部分先还掉应付利息，剩下还是还应付租赁款，它有另外一种写法。哦，我觉得这样写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就不要额外产生一个科目，它产生一个科目59111，我要拆有多少是还应付利息，有多少是还我的应付租赁款。好，所以我比较勤奋这样的写，让科目的使用比较精简，而且很明确很清楚我的应付租赁款的账面金额有多少。看看懂吗？最后一年你说，哎呀，那应付租赁款最后剩下20000怎么办？还给他的时候就冲掉了。如果他没有保证残值，你这个摊销表最后就是零。如果你没有保证残值，你这个摊销表最后就是零，应付租赁款到差五年底就是零，所以你还给他的时候是借累计折旧贷租赁资产就还完了，因为你的应付租赁款也是零了。如果你没有保证残值，好，如果有问题就留下来，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